其实今天这个 pop up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，因为这也是我们正式的有机会在日本线下亮相的这么一个场景。在日本市场，我们也期望说能够得到大家的更多的反馈，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创出更多的适合本地用户的一些产品内容。